尝试和对方眼神交流，如果对方久久凝视，证明他非常爱你。我想我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的那个人，才可以遇见你。你觉得是他帅还是我帅？不好意思啊，顾总，我不知道你在换衣服。 你对我难道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在误会什么？误会我们会不会是住在一起之类？我们是住在一起啊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脸又红了？你也喜欢我吗？